教室集技抛法，手踭保持90度，番茄的高度是 eye level， 合埋眼练习，节奏最重要，难度增加，加多个番茄，加多个番茄，多个番茄，抛到三个番茄，最紧要是有耐性。新鮮的番茄才容易成功的。Grand moment， 怎會少了你？佳能。